看接缝或是一些细节，像有时候墙壁的瓷砖或是你家卫浴的瓷砖，你去摸，有很多这种接缝方式，至少让你觉得舒服。比如说像这种，有些是用搭接的，有些是那种中间切一半，就是那种45度来拼起来。总之呢，这都是基本的做法。好，那当然有些也是用收边条，边边整个边给它做收边，也是可以。那我看过豪宅的，这是个人喜好问题。豪宅中间也用很细很细的金属收边条，重点是很细很细的金属收边条。整个收起来之后呢，你手去摸会觉得圆润舒服。好，那就代表这个建商施工程度是好的。